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伙子，身边的朋友都叫他姚大明白。好，来，掌声有请姚大明白。大家好，我叫姚旺，来自吉林松原，我今年30岁，我的爱情宣言是摆事儿挣钱样样行，我这样的小伙绝对没错。哎呀，你看看现在这表情和这个动作，现在这个事儿需要你摆一摆了，对，感觉像自由女神似的呢。来，13号，我还这么小，我还是个妹妹，你就这么对待我？既然是妹妹，就别挑哥哥理了。我多少岁啊？我上台之前灭的女嘉宾是全场最漂亮的。我不信。有人说过你漂亮吗？有人说过吗？没有，他睁眼说瞎话。那你问问你身边的女嘉宾，你是不是最漂亮的？你给我挖坑呢，你上来就给我挖坑。是，是最漂亮的。12号，你现在你都撒谎，你都不眨眼睛了吗？年瞪老大了。谁是最漂亮的呀？我呀。你好。不是，我觉得我最美。你们都多大岁数了还最美最美？谁最美？我最美啊。你感觉我们三个谁最美？谁最美？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我们一样有最脆弱的灵魂。你说都有自己名，什么杜月、杨文不叫，非得什么这美那美，那你让你妈给你改名去啊，是不是？不是什么名人，还整几个艺名，大美人、杜美丽，那我就是杨贵妃。她就像杨贵妃，杨贵妃胖了。杨贵妃是古代的美女，啥叫胖？那叫丰满。这仨，你摆一摆吧，摆事儿吗？他们三个当中，我还是觉得13号最美。13号，我想问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。哎，都快笑抽了，我跟你讲啊，就活这么大，头一回有人说的这么长这么美，然后有这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来说说获奖感言。这什么是真开心？哎，我发现姚大明白，你这摆事能力真强啊！危机化解了，然后就把那姑娘，你看看，不雅呀，你就叫一下120，先备着。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挺聪明啊，用他的方式化解了这仨人，是吧？啊，来，16个姑娘对谁感觉最好？选意中人。又来一个。带着密码的是吗？又来一个意中人不按套路出牌的啊！好，来看一下这姚大明白，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，一起来看。舅妈，料收拾了吧？最近面生意来了吗？卖的挺好的，面馆。这就是我家的面馆。面馆生意是我的副业，我还有自己的主业。干啥呢？大哥，收物业费。收啥物业费呀？房照还没下来，叫什么叫？不要。收物业费的。俺亲的物业要啥物业费呀？哎，经理，我家暖气不行啊，什么人？你管不管呢？据统计，这个小区里一共有500多户住户，99%以上的住户都会说：“你再不管的话，你再也别给我要物业费了啊！不交了，物业费不交。”但是啥问题到我这儿，我都能给你整得明明白白、板板正正的。那我就回去了。行，慢点啊。哎，好了，是不是跟咱们物业这块没关系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行行，好。咋样？这事儿是不是摆得明明白白、利利索索、乐乐呵呵的？人送外号姚大明白。台上的女嘉宾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你摆一摆的？现在我们小区整个物业都归我管，年底能拿点分红。我家房子也在这个小区，90多平。
不是我自己吹，我这款绝对是中老年群体的杀手，有眼力劲儿，会说话，会来事儿。我这个婚姻大事啊，都被小区的大爷大妈给承包了，我不找对象他们都不乐意。你跟他那小伙看不看见，就我这人缘，你要跟我俩处不好，你就自己找原因吧。大家听没听这经典台词儿？你要是跟我处不好，你就自己找原因吧。啊，这就是一种自信。对对对对啊！十号冯玉，你好，大明白。我这个、你好。我最近啊结婚了。干啥了？结婚了。跟谁结婚了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交给不给彩礼呀、啊？我啥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选择跟他结婚呢？因为过任务。然后主要是什么呢？我就一天没玩，因为我这个手啊。玩不了了，然后在上线的时候就发现离婚了，我还看着之前给我写的一生相守，我就心又碎了，我现在就是想挽回他，你能摆一下这事儿。你既然都能随随便便在网上跟一个陌生人结婚，那你就换一个就完了呗。对，反正你也不认识他。好主意，我今天晚上我就录完了，我就再换一个，我再结了。跟酷炫的姑娘谈恋爱就是要这样的啊，方式都酷炫。九号燕玲，那个小伙儿，我现在有一个家庭纠纷，就是我太闹心了。我跟你讲讲啊，就是我大姨，我老姨她家有两只小鸡儿，然后呢她出门了，把一只小鸡送我大姨家去了。完过一段时间之后，这小鸡下了一窝小鸡崽子。之后回我老姨就要抱走，我大姨就不让，完了这家就是打得鱼死网破，你这怎么整啊？召集全家开个会，炖他。那小鸡崽咋办？小鸡崽散养，自己跑哪算哪。好啊，哎呀，你看这多聪明啊！挺会说，他可会说了。哎，这个私底下可会说话，会说，办事能力也强。来，十一号王爽，先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王爽，来自长春九台，然后我今年24岁。你看他们都说他们美，你看我咋样啊？你们都一样美，只有我媳妇是最美的。小伙，我就想问你看我行不行？行。觉得这个咱台上这个姑娘吧，都太吓人了，啥也不交流。小花，你看我行不行？谁敢回答呀？不，十一号王爽，你也忒直接了。你先说，这个小伙你觉得咋样？好啊，哪都好。哪儿好啊？哪儿都好。你是不是也懵了？懵了。是懵了吧？啊。